你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？带他吧。雨真的会这么大吗？目前降雨持续中，新店的累积雨量已达40毫米，请民众外出时要注意安全。40毫米有多大？谁知道啊？雨量已经达到超大豪雨的等级。谁知道超大豪雨是什么？活动以及外出，中央气象局关心您。准备好了吗？燕霞，在幕啦，不然会打平等哦。OK 吗？好，再来，再来。目前中央气象局都是使用这一种。倾斗雨量仪，雨量筒收集了雨水以后会流入这个倾斗，水满了因为重量的关系就会倾倒。触动下方的电路记录一次，根据记录的次数就知道雨量的多少。气象局现在500多个雨量站都会把仪器送回我们这里校正，用滴定的方式分别模拟每小时7毫米、20毫米、50毫米及120毫米的雨量强度。定量的水流完之后，再跟仪器记录的数值比对，在3%误差范围内的仪器，我们就会贴上标签并出具报告。这样懂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咯。这家伙讲课睡觉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睡到天都塌下来。来，3、2、1。不要笑。算了，你还是穿雨衣好了。